今朝見到佢哋做完早操啦，而家咧就話去學呢、這個畫呢、這個圖喎，去計算機儀房睇下佢哋先。呢兩間咧就計算機房，咁計算機房外面咧就有呢扎cut頭。激光切割，激光切割，啊，哎呀，自己做棋啊，今天晚上要用来玩啊。一边停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原来的图片删掉它。你又攞咗两个俾我哋啊？啊，真系乖啦呢啲。整日嘅激光切割，晚上咧系个才艺表演喎。来到科技夏令营文艺晚会的现场。好不容易，我们经过了一天，但故事的最后，你好像还是说了。家里的电话总是没有人接，我向周围的邻居打听了一下，他们也说最近很久没有见到我的家人了。于是我决定。还是要回去看一看比较好。不是吃了，但系小孩得翻骨骨喎，好早死咯，咪应该。佢老鼠，佢老鼠声，佢话老鼠声啦。哦。这不重要，而且刚刚已经有同学提问过老人的死法。小孩以为老人还存活，在寻找他时不慎被吓死，丈夫对于自己的过失感到无法接受，最终自杀，然后主人公联系不到他，回家时发现这一幕。是的，这就是整个故事的经过。感谢大家的参与。哇，退休金都要谂埋噶。难道就没有点别的了吗？我说了，我很忙那一天。你看，我一起来，我就要去参加升旗仪式。对，1200米，你跑过没有？很累的。明天考一下。那你们写了什么？他说让你们写初稿，写大纲。那你们写了吗？我们啊，我们写的是初稿呗。寒夜里看雪飘过，怀着冷月了一生过远方。系咯，好听啊佢。会唔会系现场播紧啊？头先你听唔到咩？你入啦，系。而家开车埋你入。但系佢话播紧原唱嘛。走进熟悉却陌生的思念。说远看，愿你下来，趁现在还有期待。把空调关一下，谢谢。眨下眼啊，做咗第四天嘅夏令营啦。
琴日咧，佢哋做咗全日嘅激光切割活動，即係話識咗基本嘅操作啦。今日聽講咧，佢哋話會做呢個立體嘅創造，修身樓。隨住佢哋已經熟習咗呢個繪畫呢個 CAD 啦，學咗一日咧，今日應該有更好嘅作品啦。排隊，耶耶！能驱动它吗？然后开始。就这么简单吗？这是一板纸啊。帮我看看。我的还在歌中。冰冰。等我一下啊，我是。中了没？红鹅，红鹅。红鹅。红鹅。红只嘅。分头同得头。两只噶。啊，呢个就今日砌嘅。系呢个。呢个咧咩？呢个咩嚟噶？寻日砌嘅手机支架。系今日噶。今日啊。哇，薄到咁嘅啲板。仲有咧，呢个咩啊？一等奖，呢个整得唔靓喎。啊，没有，他那个描述描得不好。嗯。然后还有这个，我最喜欢。这个就喜欢，对，这个有用啊。太极图。哇，好多啊！我话识仔咯。这个是余文琪的。老师，现在不止这一个吧？另一个给你拿过来看一下。嗯，好了。好了，嚟到呢个科啦，佢哋又排队入去。放到走廊外面之后，当你整个宿舍全部打扫干净之后，我们是在一点钟会由我们的宿管员一个宿舍进行检查。好了，电影就欣赏完了，他们现在就在讲明天的安排程序了。好了好了，好，今天是最后一日的夏令营，有一班很没有规律的同学变成一班很守规律的同学，搞到我们好像懒惰一样，整天送外卖我们吃。哇，今天吃什么？炒饭。炒饭。咦，最重要不要有整烂人家的东西。 OK Yeah OK。 我看看他们执好东西没啊，执好了。OK， 这一次拿到这个奖有什么感想？你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之处？可能是作品做得好吧。作品做得好。我今天的责任呢就运送物资，不是美商，后座。好，唔该晒，先来吧。啊，帅，不让他来。好了，他们呢搭车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，咁我咧就揸车翻去厦门啦。